视光学系拥有全国首创视光 VR 未来教室，透过智慧化的教学工具，提供虚实切换的独特学习体验，提高互动性和临场感，让学生及时学习专业的知识。大业大学视光学系，目前来讲是我们国内呢第一个建制视光 VR 未来教室的一个学校。那这一套的一个系统，让学生呢能够在VR 的情境之下，可以做一个创新的一个教学。另外，多媒体学程系上根据业界需求打造了 2D 创意工作坊和动画创意工作坊，通过教学实作与产学合作，学生在学期间就能参与业界的案子，累积作品和就业竞争力。那我们多媒体的话领域非常广泛，那有包含这个动画 2D 3D 动画，还有游戏 2D 3D 的一个游戏，那也包含这个游戏美术的设计，还有我们的模型制作，就是手做的模型，那我们也会结合这个 3D 列印。那还有一个我们今年多的一个组别是漫画创作。药保系包含了中草药学和食品科学两个专业分工，系上拥有制茶技术暨产品研发基地、美妆暨医美特色研发基地等实作学习场域。药用植物与食品保健学系呢，我们有两个专长的分工，那中药保健组呢，还有所谓的食品科学组。那我们今天的在整个个人申请的，我们有布置了这个师生成果的一个展示。那在中药保健组的部分，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所谓的药物科学，那我们也展示了我们食品科学组的一个老师的这些良好的这些研发的能量。那会计系今天是邀请大川会计事务所所长洪祥文特别到校和考生来互动，帮助考生了解未来职业的发展。我们产学合作伙伴大川会计师事务所的洪会计师，他也是我们现任的那个会计师工会的副理事长。那因为我们的学生还有实习生，那在事务所的表现都极受肯定，所以这个洪会计师他今天特别专程过来，分享一下我们实习跟毕业生在他们事务所的一个工作表现。企管系结合企业参访、实习、服务学习、竞赛演练、实务专题制作等课程及活动，结合理论与实务，强化学生的就业力，培养学生成为跨领域的管理人才。学企管系我们的课程多元，我们课程结合竞赛，结合策略的专题，另外我们也结合校外的实习。同学如果有想要跟业界有比较多联系的话，欢迎来到我们系上。我们大业大学管理学院的各个科系，那以及大业大学的所有科系，都朝向了一个产业跟实务应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那来到我们这里，不是只有读专业知识，而且我们让大家实作，让大家有机会跟产业的提前接轨。大学强调产业实务的应用，不只是教导学生知识，更重视与实作来接轨，透过师徒传承和产学合作，培养学生一毕业就成为产业的精英。